金世镇不但拥有精湛的演技，而且外形相当甜美可爱。出道后演过许多电视剧的他，多年来累积大批忠实粉丝追随。去年他更因演出社内相亲，再创演艺事业高峰。经常会在社群分享近况的他，最近罕见晒出多张没有化妆的素颜照，每一张照片都美出新高度。只见他放下乌黑亮丽的飘逸长发，坐在车子内自拍。有趣的是，他还做出嘟起嘴巴的俏皮表情，可爱模样直接萌翻一票粉丝。尤其是他脸上虽然没有化妆，但是气色却依然相当红润有光泽，而且肌肤还白到发亮，完美的肤质状态和充满仙气的模样令粉丝都被他美晕了，纷纷留言狂喊他女神，大赞他真的是太美太迷人了。